武林中，唯乐引教，以女子为尊。凤南希练成绝世武学，心云大法后，继任教主之位，因江湖动荡，因缘造化，荒淫残暴的凤南希竟与逍遥派大弟子叶无尘相爱，未免纷争，二人约定。 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。凤南希立下教规，从此绝爱断情，称霸武林。喂，孟老师，新的故事大纲我看完了，一代女魔头为爱落个惨败收场。 这个女主人设还挺带感啊！我说了吧，这次这个版本准没问题。但是啊，现在这个男主叶无尘，我觉得还是没什么亮点。您看能不能再改一稿，或者说，您干脆就给他变成不是男主。老板，叶无尘这个人设已经从一个完美男人改成了魔教卧底，还要怎么改啊？知道你辛苦了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。 您要不要尝试再改改？已经都改了78稿了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还不满意呢？行，那我就把这个人物删了。诸位，约引教教主凤南希。 为祸江湖，嗜血成性，如今更是西云大法大臣，恐怕整个武林都要惨遭其荼毒。今日找诸位英雄豪杰来此，就是想着商量一下该如何应对。我听闻这凤南希荒淫无度，好难色，每月15都会在月影教大肆招揽面首，简直丧尽天良！不如积极为小，联手诛灭月影教，斩杀女魔头。 下雪了，哎，这不是七月吗？对呀，下雪了呀！不是七月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下雪了，确定吗？七月飘雪，大不祥啊！这是，这……啊！哼！啊！这是哪儿？凤南希。
斩杀女魔头。凤南溪，难道我穿到自己写的小说里了？白胡子老头，白衣执剑少年郎，怎么还穿到逍遥派来了呀？完了完了，这不得被千刀万剐呀！不对，凤南溪有绝世武功，吸引大法呀！我的吸人大法呢？追呢？追追！对啊，我又不是凤南溪，哪来的吸人大法呢？叶无尘，我的男主角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写的英雄救美呢？住手！别走！吴欢正在来劫持自己人。教主，教主，就是他跑了。长满，你笑什么？我有意放他而去，为师自有大算。今日是凤南溪挑选面首的日子，这凤南溪对看中的面首极为的宠幸。你天生一副好皮囊，就由你去与影教，最合适不过。弟子领命。定不负师恩。面首入殿。师父，若弟子入不了那女魔头的法眼，又当如何？我自有安排。教主，请选吧。我如果不选的话，不符合这女魔头的人设呀。可万一我被这些人发现我不是教主，那我岂不是就完了？可如果我选了，教主，我可还没谈过恋爱呢。